老师，小时候你有玩过这个吗？当然了，我的童年也是很精彩的哦。那我们现在要一起来回忆童年的古早味吧。哎，要把你捏起来，可以，这不得了了嘞。老师，这个送你。哎，我吹过比这还大的。哇！你今天要吹吗？我还有哦。你真的吗？我吹过这么大的。哇，好了不起哦！才华哦！我小时候功课好，又可以吹这么大。没错，你以为很少人跟你一样啊，老师。这个送给你。把捏爆。你就把它想象成是我的大脑。好小了吧？想象我的小脑。不要戳我！不要戳我，我会哭。哎，不过黑人这算不错，你刚刚一口气。这个因为这是小时候的回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其实一定是小时候吗？现在大人不能玩吗？现在很少买，很少买得到的，小时候都买得到。我觉得制作单位好厉害，怎么找得到这些东西啊？他们应该也是上网买的。哎，今天要介绍就是很多现在大人的童年儿时回忆，但我跟你代差到我五年级，你六年级，还好我们差不多。对啊，我们差不多。谢谢黑人，四岁左右。差不多。对，我觉得那个时候玩的东西，五年级玩的跟六年级玩的，我们有沾到一点那种学长的有啦想法。你们往上玩一点，有一点有。对，然后在下面跟现在的七八年级生，我觉得完全是不一样的。现在都是科技业了，你给一个小孩子一台 iPad， 理你啊！我的天哪！对啊，不可能玩这些东西了。今天哎，一字排开，对，五年级 double 太多了。哎，爷爷怀恩。今天你的团长，我觉得你们那个出场招式也要怀旧一下。哎呦呀呀呀，怀旧。对对，好，我来帮你喊出场词哈。小时候堪称孩子王的耶鲁曼把团长神功一领。小时候呢，都要跟父母亲哈斗智斗心机，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要钱买零食。是爱玩的淘气艺人 Lydia， 大家好，小时候最期待是可以跟爸妈拿到零用钱去买零食，真的超幸福的啦。下一位自称是跳绳女王的理财专家，大家好，小时候呢真的好多游戏可以让人家慢慢回味，哎，欢迎你。下一位台湾人大朋友小朋友都最爱的超级导游玲珑大哥。有一句话说，山性使人色，水性使人通，色就是主色，色避暑。义林哥，你追熊是平野吗？我是台东太武山自然，现在是自然保留区上面长大的小孩，所以说小时候童年的玩伴不多，玩伴不多，所以东西都要 DIY do it yourself 自己做。我们在玩竹筷枪，他们是拿猎枪在射山枪。每个四五年级生小时候跟六七年级生小时候的零嘴不一样，吃的零嘴不同。好怀旧，你想起我的阿嬷今天吃的东西。燕丽姐要率先介绍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是我小时候最爱的。对，糖葫芦，但这个哈，就是其实里头有包一些那个番茄，对，番茄。然后呢，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做法，它最主要是外面呢酸酸甜甜的。然后，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，因为我们小时候这个东西算是比较昂贵的一个零食，就是每个家庭都负担得起，有钱人来吃得起。第一个是有钱，不然就是重要的节庆，不然就是妈妈会跟你说，叶丽啊，那个哈，这次考98分哈，太逊了，下次好考100分，就一个糖葫芦可以吃了。妈妈都会，妈妈舍不得买给你，就说不要不要不要，那个都有色素不好。对对对。可是呢，转过头看他自己在偷吃。这个东西啊，在我们台东只有过年的时候，还有庙会里才看得到。就是他会用那个稻草哈捆起来的个很大的柱子，然后上面插很多很多。然后卖这个的那个老板哈，他就拿着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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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圈噔噔噔噔噔噔，有没有那种东西？刚跌到，就在卖这个。老师想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这是里面是番茄哦，里面是有的是李子，这是李子，对，有李子，鸟梨，这比较少，可以吗？对，这个比较少。可以啊，你要拿，你拿一串这样子，来一串，对，哇，流口水了，
老师当年的过年这一段出来之后，老师就一直盯着他看。哎，我上一次拿这个可能是小朋友的时候，有这么小吗？在苗栗长大，苗栗做热闹，做热闹国语怎么说？热闹类的。做热闹本来就是国语的啦，对，做热闹不像是国语的。你客家话叫做闹捏，你唐一声吧，做闹捏，刚他注意有没？哦，有，对，有吗？就是对，做热闹，吸口气的。对，哎，老师吃这颗，当初上一次吃的时候，时光马上拉回他十岁的时候。那一年，老师吃那颗那一年呢？对，八年抗战庆祝。有那一年他加入了同盟会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这个了不起，里面是番茄或草莓的，现在夜市还可以看到。里面是这个叫什么啊？鸟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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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鸟散了散了，没有关系，是的，背那个了，背哪个？背那个。好啦，好吃吗？你吃一半再给玉林哥。对对对。还是我吃一半再给你吃。烈女不是恶毒。哦，好吃，好吃，对不对？哦，鲜渣糖哎 ，OK， 所以这个也是。哇，燕丽姐，嗯，这个好吃，对，这个好吃。为什么它正好也是过年的时候的应景的东西啊？嗯，因为每年产季大概它开花大概是在夏季开花，结果就是过年这当中。一二月了，这时候是这个台湾的梨啊，还有这个桃的产季，对。后来也有草莓啊，对，有草莓的，还有水果，一大颗苹果，有，一大颗苹果，有整颗苹果。小朋友吃到满脸都是糖，跟妈妈讲。现在哈，后来他们还想研发整颗小玉瓜。什么拿在谁呀？你五星级那个五星级大饭店，所有的锤子一样了吗？你知道吗？现在五星级大饭店就是因为有这种童年的玩意儿，所以说哈，五星级大饭店它会结合，包括水果切弄成一串之后，那个就有那个巧克力，有没有？巧克力串，就是巧克力串。嗯，那是法国的料理。对，对啦，是法国料理啊。法国料理不是有巧克力串？对，有巧克力串。那个巧克力塔啦，对啊，对啊。其实我们小时候，我记得买这样一串了不起几块钱，是吗？了不起，对，可是现在一串大概30-40块。三四对，真的。可是以前一串五块，可是以前五块就可以吃一碗面了。哦，它比例贵，对，它算是贵的零食。还有一个，这个叫做金柑茶。啊，对对对。几乎大家都吃过。金柑茶吧，金柑茶，金柑茶，金柑茶。那其实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幸福，可以一次买一大包。是，我们小时候都是一颗，因为我们钱也不多。它放在一个罐子里面。一个很大的玻璃罐子，然后你到干妈点的时候，你就会跟老板说：“老板，老板，我今天可能钱不是很够，我只能买一颗，或者是老板，我可不可以先就是存了3天之后再给你钱赊账？那你先给我一颗吃。”就是其实小时候的这个物质生活比较不是那么的丰富，而且有时候还用那个我不知道怎么用拔的那个什么抽签吧，抽签玩意儿，还有抽中抽到然后才有这样。这个在我们的新竹哈湖口老街，湖口老街有一个百年客家菜的餐厅，吃完之后，那个阿嬷，就老板的阿嬷，80几岁了，她就在前面来来吃，客家话不知道怎么讲，但是她讲吃一个吃一个，哇，每个人吃来就是含一个，哇，仿佛天方夜谭的神灯插在面前，回到往日时光一样。这是小时候吃的东西，没错，很甜，很甜，非常甜，它是砂糖跟麦芽糖做的，所以非常非常的甜。嗯，然后颜色有五颜六色，很漂亮。吃一个吗？好啊，不，你自己吃。来，玉林哥，你要吃我嘴里？没关系嘛，你吃。我怕他吃。没事，我怕他谈恋爱。啊，蒙加二，蒙加。等等，好。你拿东西，怎么感觉都像？怎么会这样？哎，怎么自己会？嗯，好吃，好甜哦。超甜的，多吃几个嘛。嗯，玉林哥，那你要介绍一个好吃的东西。哎，我的厉害了，大家知道啊，嘉义是芒果的故乡。哦。对，讲到芒果呢，一定
不能忘了芒果干。芒果干，芒果干还分两种哦。对，啊，干的跟湿的两种。干的跟湿的，对，干的跟湿的。湿会被妈妈骂，对，会染色，会染色。那个家长都不喜欢小孩吃这个啊，因为搞得整个舌头啊，整张嘴都是红的，槟榔好吃真的。可是呢，因为这个很奇怪，它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啊，就是你会一口接一口，对，不吃则已，你只要吃了一根，不得我就哇哇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，好吃。然后呢，它的皮脆脆的嘛，啊。啊，咸咸的，我帮你打开一个，甘甜甘甜这样子，这个超好吃的，小时候吃真的都被不是蛮用嘴巴，小时候已经用牙齿拆了，吃咬，你整个都是那个红红的，嘴巴会红红的，对，就像吃槟榔一样，还嚼了，对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干的啦，因为干的好，一直吸那个咸味很好，你不要这个，没有，哎，好学生不吃好学生，我咋来，你都不爱，生气了生气了，你花一模型的，对呀，你是看。我无，我看我无点。我怪你少有啊，无敢。你试看看嘛，我笑你唔敢，你讲话嘛。来那个凤梨，那这一种东西哦，现在在台湾的第一条街在哪里？知道吗？哪里？安平古堡旁边的延平老街是台湾第一条街。台南。台湾对啊，台南第一老街。那边有一家店，从清朝的时候卖到现在，没有防腐剂的，完全纯手工，就是卖这种干生丁。你任何时刻去都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， 他的那个收钱机从来没有停过，就是卖这种东西。而且小时候吃这种东西啊，因为。得之不易嘛，所以吸吸吸把肉皮跟肉吃完了，剩下那个骨头有没有还在那边吸吸吸，对，味道，对，味道，味道，没什么好吃的。哎呀，你看你，就会红红的，还是这样，我们时髦，好不好？以前都觉得很。我就是不要吃这个，就是会这样。哎 ，A 段班是不吃，不吃的，不吃的。这个不适合女生吃啊。对啊，那女生吃的那个整个都脏脏的，然后染到衣服，妈妈会骂那个白灰。但男生吃这个很 man， 对，对，是这样子。一吃下去讲话就变大声了。你别动啊！叫来啊！叫来啊！算球，我这样有红包还好。还蛮红的。有吃槟榔的 feel 吗？对。帅哦！科学小飞侠 VS 无敌铁金刚，傻傻分不清。你知道我闻到这个味道，我想起什么吗？想起科学小飞侠。还蛮红的耶。吃槟榔的 feel 吗？对。这个是什么？嗯，没老师，你什么好吃啊？什么东西？要不是你放在这个气球的，哎，新产品拿起来，盐巴，那就是蜜饯嘛。对对，像橄榄这个就好吃，这个就好吃，而且嘴巴不会红，不会红红，对不对？对，吃起来很优雅。对啊，那个吃起来，你给分一点给黑人哥吃一下嘛，然后他要你手上那一点，你先吃，我喂一下，你吃不完，不要浪费，你吃不完，你不会吃完的，吃不完，你会偷偷把它扔在地上。你吃 play 一下，你先吃。我不要嘛。你要，不要害羞。许巍不要就是要，对。好俊，不也？许巍不要就是不要。对，哎，不错，这不错，这不错。好，好回味哦，这个。对啊，天然的食品。哦，这不，等一下，哎，这个试一下，来。还有一个蜂蜜汤。哎呀，哎呀，厉害厉害，好吃的。另外一组，这个。就小时候放学最喜欢听到他们来要爆了哦，我真羡慕，我一听你说是小时候放学就很羡慕，因为我们在台东就只能够一年三节加上过年才有在廟靠那边，然后呢他那个要爆了哦，
然后小孩子本来就声音好大声，超大声，很怕有。小时候这种东西哈，还有顺口溜呢，新娘水当当，口袋破一空，头壳裂裂，结空空，后边亲像咧蹦米棒，就是这个东西。而且说蹦米棒老板自己也怕那个声音，没蹦啊，蹦哎呦喂啊，而且还会这样。他比围观的人还怕，真的。他可能被他伤过。对，现在这个里面还有花生。对我在台东的时候还没有进步到有花生。以前没有花生。以前没有吗？可是这个其实在台北市街头有时候还看。有，我家附近就有。现在其实很好买。有各种进阶版本，对，有那种完全的。可是后来这个都现成的了啦，没有那种说现场切的，没有切的。哎，我还有看过，我还有看过现场爆给你看的。这个它会黏黏的啊，有时候是这样。以前我们是要拿米去崩啊，给老板崩。哇，这是砖块，怎么那么大一块？这样啊，还有些砖块。在撕，老师在撕。哦，有。刚刚 Kona 讲了一个重点哦。对，因为他有在班上就看交情了，来小的马上直接拿去。不是，我还要再分一半给玉林哥。好的，这样好贤，你都污名化我，好贤惠。人家都说我爱吃，说我贪心，都是被你害的。我没有，有吗？有，就是你的本性吧。我说刚刚 Kona 讲了一个重点，嗯，在乡下哈，还可以拿自己的米去请老板帮你泡。对啊，他自备哦。对啊，没错。那你要加花生，你就给他花生，他也会帮你泡。给他原料啊，他崩得较俗。莉莉亚在美国求学，应该是没有碰到这种街边的，因为那一蹦的话，那黑帮就来。美国没有这种东西的，一蹦被警车包围了。对啊，我以为是沙琪玛，就啊，很像。哎，你没有吃过这个吗？我没有，好甜。你没有吃过？这边要只有吃过沙琪玛，我没有吃过。你怎么会没有吃过这个？当然很想吃，对不对？就每次都说谎，但我好像真的没吃过。他其实想吃的一个理由啦，对，都没吃，怎么可能会没吃过这个？可能没吃过。你小时候在法国长大吗？他在澳洲长大，人家捧捧地方还是捧酒？很多东西，我真相信，好有可能。看你的《Yellow Man》版才长大。哎，捧酒还怎么样？捧酒。蹦球，这是我小时候的最爱，再见了。这是绝对的吗？对。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就是面粉炒猪油。对。然后真的，像我有一些这个朋友啊，他们到现在还会在家里自己炒。我来跟你讲一个真正的可以吃到道道地地的，在哪里？中华六杠天后宫旁边那一个店。华米的有，我每一次带团去，在米可白他们家一定要到那边去吃。他那个米的你也可以带回去泡，但是带回去泡之后，味道没有像他那边那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水的温度，还有那泡的时候是有角度，真的假的？这样子，然后直接去炒。对，功夫在这里。好地哦！哎呀，好棒！都无讲哦。对啊，因为现在要撕出来还是有专卖店在你刚刚讲说的，就在鹿港龙山寺旁边的那一条街道上，对面就是很有名的咸蛋糕，都是排队的啦。我吃过这个，哎，打你一定会吃。以前这个在寒冷的冬天来上一碗面茶，很幸福。你知道我闻到这个味道，我想起什么吗？该不会是看谁有干谁擂茶吗？想起咖喱哦。没有想起科学小飞侠，为什么？当年我们小学的噔，那个是无敌铁金刚，对哦，科学小飞侠，科学小飞侠，小飞侠，无敌小飞侠，团长对 ，cover 我，飞你一下，你飞啊飞啊，小飞侠。哎，这个蛮准的哦。薛老师已经找到你的歌路了，就是唱这个就对了。哎，那小甜甜有一个女孩叫甜甜，小天使，小天使，没有小天使。高山上的小木屋，小鹰的故事。我要讲个重点。霹雳猫呗，霹雳猫。
好，他已经没有代沟了。然后有后期，我要讲为什么会想要科学小飞侠？对啊，我到底小学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就在等看科学小飞侠。傍晚他就会推那个车子来，有没有？然后就冲一碗一碗去买啊，就在那个时候吃这个。那个时段到五点半六点。对，然后他有个声音，什么声音？哔哔。我来了，哪个嘛？好，刚刚说有一种声音是 B 啊，那如果是 ti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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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是卖什么？很会用声音去。啊，如果是 babu 是卖什么？啊，如果是亮亮亮的是卖什么？僵尸来了。啊，如果是那个来哦，那个是什么？老师，我们小时候的时候，为了怕有味道，因为那个东西太香，怕有味道，所以我们的小吃叫做小面茶。米得混，然后我们一包一包的，里面有吸管，我们可以直接吸食。是哦，这个才是叫经典，因为一人可以刻一包。真的，老师可以试试看，真的。上课偷吃都可以带去学校。老师，你记得对，现在几乎买不到了啦。我不知道哎，真的。不知道有这种东西耶。然后再吃下去的时候，老师你刚刚说，这也要泡吗？完全靠自己口内的温度。啊，有，真的。我要，真的，这经典啊！我要，好吃的。哎呦，哇塞！讲没错，这个味道才对。对啊，这正点的，这正宗的。味道刚刚那个味道不大像，真的。这个对，这个才正宗的。哎，可是吸起来很容易呛到，没有吸太大口，小口的，小口。老师不要吸的，你也可以用倒。黑人就不会呛到，你看。请问 Conan， 你的童年在哪里？我台东没这个。没有，我们在嘉义。嘉义啊，嘉义，你嘉义，你嘉义啊，我们在民雄，民雄，民雄那边，对，鬼屋才会有这个的，对啊，对，鬼屋旁边就都是这个的，这个好好吃，对，而且可以用倒的吃，我们男生的话就没有那么。避暑啊，我们就直接用倒着。这个就对了，这个就是科学小飞侠的味道。对，这个味道就对了，经典的味道。对，而且不会被老师拔到，不会穿到。上课以后再吃啊。对，不来一点，你就给老师一包就好了。这个啊，算了，为什么？好吃，那粉真的很好吃，真的非常好吃。这可以泡热水吗？也可以泡啊，但是大部分都用自己的口水。因为泡过水之后，它味道就比较是不够的那种。这个好香啊！好，刚刚是四五年级生 ，Conan 怎么会是四五年级？你是五年级啊？没有，还不到嘛。我是六年级。你是六年级？对，我是问题是哥哥专被五年级的打。他好像长得就这副脸等着老师，对啊，就没办法，他应该是被五年级叫去买东西，对啊，所以才会都那些什么来啊，都会啊。接下来是六七年级的，哦，刚刚上一段整片空白吧，你们没有怎么说啦，有会知道传说那种，看高年级四五年级跟六七年级真的又不一样，对。来，你厉害了。我小时候吃的都是麦芽糖类的比较多，就麦芽糖它有很多变种，像这个它就是两片饼干，然后中间夹麦芽糖，你就咬下去，就外面是脆脆，可是里面又有点黏牙，可是又很甜，这个超好吃。你们有吃过吗？有，就是共鸣，好孤单有吗？对不对？有，因为这个不是挺好吃的，这很好吃，很麻烦，就是说咬了牙齿会黏牙，可是就是在那边。吸牙齿比较好玩啊，就张嘴，对对对，有时候黏到嘴巴张不开耶，他们吃到成立胶吧。比较不会黏牙是梅心糖，对，可是那这个缺点是要吃很久才吃得完。对，我小时候它的是更大个，然后它的那个棒子比较长，然后最后面会有一些人物，你可以折下来当豆片的。对，这个很麻烦是因为你为了吃到那个梅哦，因为你没吃到不甘心嘛，对，一定要吃到，就会吃很久，到后来都是用咬的啦，咬的也 OK 啊，再来一下。你先吃一口给大家看吧。对，我就在节目上吃看看，对，可以，哎。没吃到，那种没有啊，还是里面也没刀，里头一点，再往里面，要咬到棍子，有那种含吸的那种，有了啊，对，我要有麦芽糖了哟，还看这个麦芽弄的比较少，比较少，以前很节省成本嘛。哎，月影哥要不要吃一下？你吃肉吧，好了，好啊。不行，我老婆的。
哎呀，我老婆在前面，你老婆不在，你可以了。你老婆会 care 这个吗？会哦，要超 care 的。真的假的？嗯，对呀、啊。可是这个一支才卖5块钱而已。谁？哎，谁要？很便宜啊。哎，不要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碧玲哥其实蛮那个了，啊对，蛮保守，蛮保守的。对，我发现他只是嘴巴那样而已。等等，我嘴巴贱，八八脸的好。私下八八脸，八八，大家让大家知道你是真男人。不要逼他了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确实没有你。节目效果不行，你撑下去，你看看莉莉啊，不行啊！琳琅说了什么，竟让沈玉琳接不下去？跳跳糖，因为它有双重乐趣嘛，那本身就甜甜的好吃。对，那放在嘴里面就啵啵啵啵啵啵，对啊，所以很多人一放进去就嗯嗯嗯。跳蛋是从这边研发过来的吗？跳蛋。介绍一个小时候我的最爱，在什么？在乐街憨鸡街。对对对，好吃啊！好吃的。这个要多少钱在那上面？而且要顺便抽一支。这我就要跟你讲，爆冲了。从小我就会做生意，嗯，过年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会回来吗？回到苗栗哦，我就去干妈店去批那个，然后就叫小朋友抽一张五角。赚钱呢？哦，你赚自己亲戚钱，先照光嘛，先照自己亲戚会去给你头奖在哪里？对啊，你就是抽一个5毛钱啊，我来抽啊，哦，抽不到就没得吃，那种感觉好奇怪哦，好不怕吃的感觉，好久没做这件事，然后他是抽到才可以吃那个，老师你抽到什么？我看呢，你抽到还要撕开，以前为了抽到这个花好多钱，就是不服输嘛，一直抽一直抽，像赌博，对啊。哎，我抽到4号。4号。4号是什么？1块。4号，谢谢光临。1块。是一袋了。我有袋。看你就抽一个啦。我来抽一个。现在有牙签，用手就可以了。抽谢惠顾的签。哇，抽六个。超有感觉。平常大概也没差，叫我小三的钱哦，小三好，哎，不要讲，鱼翅一碗，我讲嘛，这个奖品是6头包一个，我也是1块，叫谁？那通通有奖啊。他是要抽到1号到4号都有，大快一点。而且以前抽这个哈，嗯，还很迷信，有没有？角胶，对，角胶都觉得他们会故意摆在不显眼的地方。是哦，好满足哦。嗯，这个现在哪里买得到？这个其实有一些比较大的商行都买得到。你可以，那对，其实我现在过年的时候要骗我们家亲戚的小孩，我还是会买这些有的没的，过年的时候让他们来抽。而且就像学长老师讲，我自己也算过，其实那个得奖的几率算是低的，所以不管你是卖含机枪，还是卖其他的什么抽铜板，一定赚钱，一定赚钱，真的。太好了，我每次过年都发一笔小财。哇，对，5角玩一次，就是我忘记对，这是5角抽一张吧。哦，后来这个都变质了，像这个含机枪算好玩，后来就变成赌博性质的，就是抽钱，然后他那个是上面是钱哦，换钱的，钱哦，对。500的，很多青少年沉迷那个交换小孩，对呀。我跟你讲，什么东西最好吃？色素，色素最好吃。小时候就觉得什么东西最好吃，就是妈妈不给我们吃的色素最好吃。所以我要介绍的是干妈醉，等干妈醉，果汁条，噔噔噔，还有我们的凉糕条，噔锵锵锵锵。什么最好吃？色素最好吃。你哪弄来的？真的。在云林的，开玩笑，云林上面真的有打云林的，那干妈醉还有很多颜色。云林还有，老师有吃过这个吗？没有哎，真的有意思，这是色素西的，真的那个小时候常吃。云林哥吃过，小时候常吃。你一定要应该没有，没看过这个。你要色素最好吃，相信我。现在国外没有，但是现在应该不会搞色素了，把它咬破，对，把它咬破。牙齿是可食用色素，对，咬破它，对，咬破它一点点，咬破它，然后咬个小洞就好了，不然会喷出来。老师，你怎么吃什么都会这样啊？老师太嗨了，哎，吃米的叫吐粉，果汁吐汁，这个比较好吃啦。对，那个是干妈。这个最好吃吗？对，两条高，那个好吃，那个看起来就很好吃。不是不是，我为什么这样子呢？
因为我以为它是，那你这个米线条糕不要动，它是固体哦，没有，它是硬体，凉条糕是固体，它是稠状的，对对，就是这个凉条糕是这个吗？没错，哎，这是比较原味的吗？对对，这个就好吃，这个太细，后来这个越做越粗，哎，对啊，咬牙签也会有那种效果。拍一下，这个确定不是果汁了哈，没事吧？嗯，这个只是咬的那个很狰狞的，超软糖，超正点的啦。它塑胶套也蛮粗的哦。哎，哦，这个就对了嘛，这个要这样子啊。童年的味道，要咬出来，对，童年的味道。对，这个才对，就是在香格子咬的，至少45年以上没吃过这种东西，竖进去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哎呀，口味依旧。哦，玉林哥接下来还有介绍，厉害喽，各位，什么？各位，传说中的各位跳跳糖，有，好好玩哦。跳糖，因为它有双重乐趣嘛，那本身就甜甜的好吃，对，那放在嘴里面就啵啵啵啵啵啵，对啊，所以很多人一放进去就跳蛋是从这边研发过来的吗？跳蛋，跳蛋哟，应该也是的，也是吗？他都恐吓我们，他怎么信话啊？不是，因为我老婆会生气，因为是我们家那个部长。一直没有去换电池，没办法讲这个啦。讲什么啦？跳跳不是跳啊！你为什么那么好笑？跳跳跳蛋有什么好笑？老师不知道啊。哎，你们怎么这样子啊？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知道啊，等一下再跟我讲。那是铜丸呢，铜丸。还有，对啊，还有什么？你搅在里面，你要沾那个，你要先弄湿口水，弄湿，然后沾那个跳跳糖粉。哦，你来，你要先弄湿一点。我觉得我会沾。不会不会，这样看你，你要先弄湿。你是美食代言人，因为什么东西可以吃，看起来都好。失态了，这样不会不会不会，会怎样吗？不会怎样，自己感受。会 踢档吗？不会不会，你先吸一口，我看什么样子。这个就是因为它这个不晓得什么材料啊，放在嘴里面会跳嘛。啊，草莓口味吧那一包。嗯嗯嗯。太浮夸了吧。老师第一次吃，小朋友都是会很惊喜。真的。真的，你从来没有尝过。没有，也不一定要沾啊，你把这个倒进嘴里面也可以。也可以，真的吗？对呀，直接倒掉，因为它就会跳。不用太多哦。注意哦，要来的哦。弹一下，来喽。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来了，来来来来来来呀！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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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远哦，是不是跳舞的感觉？对对对，很腿会跳，会跳，很有意思哎，很有意思。有这种东西啊，一直都有，一直都有，对。走去码头。上瘾了，上瘾了。这个是小，后来他改良成棉花糖。我们小时候有，还有还有还有。啊，对，这个有，也会跳。对，现在还有冰淇淋里面也有跳跳糖。他是抹布进去了，那棉花糖啊，棉花糖撕开了，他也会跳。这也会跳，也会送进嘴里，它就跳了。对，它粘的比较多。你会，你这种外形像流氓的人，为什么会介绍这个？流氓难道不能有那个童趣的一面吗？哦，这是棉花糖哎，这是棉花糖，可是它也是会跳哦。会。爸爸跳了吗？老师？嗯，对。棉花糖会跳。对啊，哎，你没吃过？你看，我看看，你看看。你也没吃过？对啊，对啊。爽定了，马甲鬼。哦，这个好跳哦，这个。好跳。哎，这样大家一直蹦蹦跳。蹦蹦跳。这个棉花糖好吃。这个好吃。嗯。很好吃。哎，大家注意玲珑老师的表情哦，他会跳，你看有没有？来呀，对不？来呀。哎呦哎，弟弟大哥吃蛋蛋哎！哇，台东没这个玩意儿，真的吗？我从小没这种回忆，都没有吗？那嘉义很多，还有声音的呢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这从哪里来？日本来的吗？很小时候没有啊，就小时候就有哎，知道。在我们前面也都有。没有想过它是什么原理，它为什么会跳呢？
我很好奇是刚刚这个棉花糖，棉花糖可以包成这样，这也是同儿童时候的吗？有，小时候有，小时候就有。我们那个跟我们那个年代没有。这个是他们七年级生才会才有的，后面研发的，对，后面研发的。这一套系统是跟 NASA 技术合作 ，NASA 技术合作。我还有一个很厉害的，这个跳的更大力，这个这样子哎，对呀，你看这太厉害了，你就吃到像槟榔那倒吊子，槟榔王。我还要介绍一个很厉害的，像现在小朋友都吃王子面，可是大家记得王子面的前身吗？小王子面，而且就小时候吃这都一定要把它揉到很碎，然后这样子倒着吃的，这好可爱哦！老师有吃过这小的吗？这个应该没吃过，是可爱哦。好吃，对不对？这个真的好吃啊！对，就要把它揉碎。这个，这个什么？没有，玉莹哥，我们小时候吃王子面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吃。哦，打破！我知道了吧？要这样吃，现在还有这种东西，然后就打开了。对耶，还是有科学面，科学面，对对对，不，我们以前拿那个到学校去发给同学。对啊。这个也是属于家长哦，不给小朋友吃的。对，所以他们以前都会骗我们说啊，这个小包的是哦，本来他们喂猪啊，猪吃剩了才包成小包。对，家长都这样骗我，我妈妈都这样骗我。对啊，然后吃生力面，泡面以前叫生力面，它就是生力面泡面嘛。哇，你这样吃哦？对啊，真的假的？那一定的。那就是泡面嘛，好交朋友的一个。泡面，然后把它养焦哎，有时候会不累啊，好对啊。你要给我哎，不累点，对，然后对很稠啊，还是有胶的，倒一点点那样，它会倒一点点，对，那你就这样，对对对，哎，打火犯规啊，这么炸了，真的哎，偷打啊，哇，我吃吃看什么味道，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他可以帮你调好味，要有他的那个调味料超香，对啊，交朋友就是要交不错，就是要吃到那个椒盐那种感觉，有回忆的，当兵的时候很好用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蓝过去的蓝蚁的小孩没有蛀牙。第一，他们的主食是芋头；第二，根本没有这些玩意儿，没有这些零食。对，蓝蚁的小孩子哈。他的眼睛视力哈，那么差不多1.0不是很标准吗？他们可以到4.0，他们可以直接看到行星。4.0，他可以直接肉眼看到行星。真的假的？4.0，对，对，蓝蚁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！他们是4.0呢？他们人在蓝蚁看得到台北的人在干什么？你知道？太远了，我们看电视。还有冬瓜冰是什么？对，这个哦，对。好吃的冬瓜，大家来吃冬瓜，对不对？是这个对。哎，我们今天的 DJ 啊，刚刚在配乐的 DJ， 相信应该也是五字头的，因为他一直在弹这个好吃好吃的冬冬果，他可以从头弹到尾。如果是现在年轻人，一定弹不来。还有吗？你做几根了？五年级，接着。Yes， 放不够。还有。天理姐。我不用了。哎，看到这个。条条理理的。好惊险。你耶，是这个味道没错，是它，就是它。黑人想象力太丰富，吃的东西竟能想成蛔虫检测。哎，还有，这种三 D 人是怎么回事？他是用。好，接下来茉莉也要介绍同，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那个牙膏糖。吃起来的那个口感就是跟牙膏一样，味道就是凉凉的。然后上课如果想打瞌睡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偷吃这个。对对，老师吃过吗？没有，我吃过牙膏，本来就很喜欢吃牙膏，牙膏糖这个，牙膏糖啊，对，那牛奶糖，吃起来就像牙膏一样，是牙膏的味道。来来来，牙膏没吃过哎，牙膏会好，牙膏的味道会 OK 吗？哎，是牛奶糖吧？牛奶糖是老师就是牙膏。吃了就知道，它有一种味道很特殊。刚刚这个选项不是我吃下去，我绝对挡住了。你每次吃牙膏，谁要？我跟你讲哦。这个是黑人牙膏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千万出国不要带黑人牙膏出去哦。对。为什么？到时候你如果住两个晚上，第二天怎么奇怪？我的牙刷那里臭了香，臭了香，打扫的是黑人。真的。对他看到你用黑人牙膏，是种族歧视哦。啊。真的是牙膏的味道，但是好吃的牙膏。是好吃。小时候有吃那个口香糖，也是这种味道。但这个不是黑人牙膏，这是高露洁的味道。早上忘了刷牙，还是护理浴啊？它会凉凉的，我们上课都会偷吃。对。
好吃。怪，我去年去韩国玩的时候啊，他们竟然有什么呢？那个糖果像樟脑丸的味道。哎整人的吧，不是整人，它就是樟脑丸的味道，是它们喜欢吃啊，哪是食物？谁要吃那个？对啊，可是我们这个好吃啊，这个还是好吃的，牙膏疼。对，牙膏疼。是会有这个，现在也不好买了，不好买，一定要到老店才买得到。这一种，逸麟哥，你的童年有这个吗？没有，我也没有。但是确实，我也没有。以前小时候的口香糖就是这种味道。我们小时候口香糖，我们七年级小时候都吃这个。你们是吃这个吗？我们吃这个。哦，小时候口香糖是这种味道，咬一咬一下那个甜味就没有了，就剩下那个胶，对不对？后来才有飞。今天搞得满手都黏哒哒。对，满嘴黏哒。小时候就这样子吗？嘴巴也黏，手也黏。哇，还有吗？还有。这边大家记得这个吗？太回味了吧！也回味，超好吃。给大家看里面长怎样，大家就会想到了。它打开来的时候啊，里面会有一个小汤匙，哇，好小。对，然后你翻开来的时候啊，我拉开来，里面才是它是番薯做的，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百草粉啊，然后酸酸甜甜的，确实冷门哎。最后介绍是最冷门的东西，可以吃。大家可以吃看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像在吃龙角散啊。啊，对对对。都挖好的。我也不一样，港的。叶麟，你看过这个？这个没看过哎。叶麟哥，你它是番薯做的，你可以试一试。好吃，这真的是，就也不过差一季而已，对啊，有沾到。差几年？哎，哎呦，这种单体盒是怎么回事？它是用蛔虫检测的单体。蛔虫对，让看起来，大家都有这个回忆。对啊，都乱捏。小时候，他想起来，那一定是自己包的吧？没有，没有，这种东西我一辈子没看过。这个现在买得到吗？买得到，在老街，老街买得到，老街买得到。对，酸甜，感觉它是番薯做的。咸酸甜了，对啊，咸酸甜啊，咸酸甜啊，咸酸甜。咸酸甜，咸酸甜。再吃一点，哎。哎，好，怪，怪，怪，它这包装又怪，你还不错吃哎，包装好像包中药，然后对呀，我觉得玩的成分大吧，可是很好吃啊，酸酸甜甜的，对不对？小药膏的感觉。可以贴在脸上，你看，好吃，好吃啊，好吃啊，好吃吗？很有趣的口感，可是你吃看看，真的很好吃，而且为什么要铺那个小汤匙？给你挖，这样才有那个乐趣。干嘛要挖呢？这个大小就像一张拿起来吃，小朋友就是要那种家家的。还有，还看不错嘞，对啊，好吃哦，看起来鲜渣味，对不对？但吃下去的就是鲜渣，鲜渣味，其实还不错，对不对？有好的像便便而已，很有像，吃起来好吃，酸甜，甜酸甜，酸甜，不错。但它包装用这个粉红色的纸，要带，要带，好了，环保。哎，我们家以前看到这又就等于要吃，我爷爷又有一个老同学离开了啊。所以粉红色的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大小就是小时候我们美术课要做色纸啊，色纸。以前色纸颜色就像不像现在那么鲜艳，对不对？浅浅。哇，今天回到童年，真的回到童年，没错。对，因为每个人童年不一样，我们今天从有四年级、五年级，一直到六七年级。哎，真的，今天分享吃的发现有代沟，像有的我们真的没有些对不一样，对，好有意思。不过刚刚失传的那些，我觉得比现在还好吃。真的，错，确实是以前吃的跟现在啊，完全不一样。哪一样？从以前的，你看，凤梨汤，对啊，凤梨汤啊，那你的味道都会变，味道都就像人也会变一样，令人感慨的。欢乐童年，真心的。